大家好，我们这里是为大家今天播放传奇扑克25万买入短牌的第二天，也是会打到冠军。然后呢，我在这里是和阿童一起跟你们大家做解说，我是 Selina。 大家好，我是阿童。那我们这个比赛现在暂时还剩15位玩家，然后里面呢有包括筹码最多的马来西亚的两位玩家，一个是 Tong Xiong Chong， 一个是 Wei Shan Yu。 然后呢里面名单里面还有包括我们熟悉的 Makita Badazalkowski， 也就是 Fish 2013， John Juanda， Ben Lam， Justin Bonomo， 还有 Lucas Greenwood。那我们看一下他们分桌，一共有蓝桌、红桌、黑桌。然后呢 ，Ben Lam 跟 Makita Badazalkowski 是坐一桌的。然后呢，接着就是Yu跟 Chen， 积分牌领先，坐红桌。然后呢，黑桌是 Chong 跟 Benefield， 两位筹码领先者。那我们今天开始前注，也就是说我们的 Ante 是15000，然后呢，庄位的。也算是大忙，放的是30000。今天是这场比赛的 day 二，这场比赛是港币25万买入40分钟涨盲的短牌赛，也是这场系列赛的赛事一，算是开幕赛。本场系列赛会持续一周多。然后之后每天的2点半都会有陆续的直播，主赛是200万港币买入的超级豪客赛。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一周来我们应该会看见一些。Maybe it could make sense to make it like 100K or you know just for fun, but.On the small bounty. No. You can make it like the progressive bounty. No, that's too much mess for a live tournament, I believe. Kinda. 还可以看到张哲安达这里拥有60个前注，895000的筹码。那大家一直有问，就是 Phil Ivey 这次会来吗？那个答案是他应该会来打这个比赛，包括 Tom DeWan。Nope. Too 可以看到 Joanna 跟昨天的造型有点不同，也同样戴起了一个帽子，显得更加冷峻一点。好。第一手牌 Joanda 在枪口加一位拿到 AK， Lamb 在 Hijack 位拿到90杂色。那我们看，哎呀，我看见 Paul Far 不幸的在庄位拿到 A 圈 All In， 然后 Joanda 是 Happy Call， 也是秒 Call。好朋友在看到 Joanda 秒扣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小了。对，因为你 A 圈在这里最不喜欢看见的手牌就是 AK。 对，在 Top Range 里面唯一手被唯二两手被主导的牌勾勾六。那我们看见这里分筹码的几率有点挺高的，所以希望 Paul Four 还可以继续。Hey! Oh, Lucky River. Lucky River. Lucky River. 那就是 Paul Far 这里逃过一劫，很幸运的两个人分钱了。那大家，我们这个比赛游戏是短牌，所以呢，这是没有2到5的，是6、7、8、9、10勾圈 KA。并且 S 可以当作物，然后在短牌的规则中，同花是比葫芦大，
可以看到在 CO 位 Jetton 短马拿到了 A 勾砸 A 勾投色。面对前卫 Flink 的加注，也是直接的 shove all in。啊 ，K 十由于持注笔的关系，然后选择 call。那么这个比赛进行的挺快的，因为也桌上有挺多短筹码的。这个比赛目前是八人前圈，场上还剩下最后十五位玩家。看看这手牌之后，好，可以看到哦，这翻牌的时候 flop， 我们看见 Flink 领先，然后呢 Jetton 马上在转牌上追上了顺，但是和牌发出 Flink 的葫芦，不幸我们淘汰了一位玩家。短牌由于二到五的小牌被抽取的关系，所以整副牌只剩三十六张。那么成牌之间的成牌的概率会更大，然后牌与牌之间的牌力尺间隔会更小，所以也以至于短马会在翻前进行更激进的操作。而且由于牌力尺的关系，一旦有玩家在翻前进行了加注，面对短码的 all in， 他可能由于持注笔的关系直接套池。对，任何两张牌都需要 call。对对对对。好，这里我们的熟悉的 Justin Bonomo 拿到了翻前 nuts 一对 A， 再加一位，看看他怎么处理。他好像选择了埋伏，选择了跟注三万，不知道在后位有没有人拥有一手能加注的牌力。 Hijack 位也选择跟注。啊，这里 Fish 2013拿到了一手 A 勾，他会选择怎么样子？那这边 Justin Bonomo 很想看见后面的位置有动作，特别是来个 all in。那就说到 all in 这边 Fish 2013 Better Kalsaski 确实 all in 了。啊，那这里 John Bonomo 他也想 Hollywood 一下 call。他想要演戏，让后卫 hijack 位的炮觉得 Bonomo 的手牌还一般，但是他是愿意冒险在翻前进行一个三人底池吗？那在身边 Paul 和 Fish 2013的筹码都 cover， 对，都 cover。如果 Paul Four 这边 call 的话，Fish 可以把他打出局。他选择了弃牌。好 ，A 勾这里是撞到了一手被主导的小牌。The 10 is a straight. 10 makes a straight. Oh. 啊，这样。Plus draw too. Space. Wow. 啊，目前来看 ，A 勾反超的空间应该是非常的少了。Paul Four 他很后悔，他的勾十黑桃弃了，因为他这边是买到了花。Yeah, I think you win. You have two pairs. You have two pairs for seven.那他说筹码太多了。啊，这里波诺莫从 Fish 2013身上成功的翻倍，而且由于现在前注已经非常大的关系，他的这次翻倍为他带来的收益是不止乘二这么简单。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 chip leader。手上的戒指是非常亮眼，熟悉的马来西亚玩家。来看到 Flink 在枪口位拿到了 A8 苏体，选择跟住。有位项目是拿到了勾十，也选择跟住，装位勾十过牌。各位知道在短牌里面啊，勾十这手牌是非常优秀的进行翻后游戏的一手手牌。对，也是为什么 Paul Foy 很不想丢掉的一副手牌。可以看到这里 Flink 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 flop， 但两位勾十玩家是拿到了顶对。由于 SK 当五的原因，所以他在这里是不但是有花面抽，还是有顺子抽。Turn 上没有发到 Flink 的 Outs，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仍然拥有 38% 的赢率。任何的花，任何的九，还有任何的 Ace 都会成为他的 Outs。 那我们看见这里与他继续下注125000。那他这样的下注让我们看见的 Wei Leon 跟他同样的一副手牌弃了。 Link 这里可能会继续选择跟注，好，在合牌顺利的买到了一张 S， 进行了反超。两位 check check 打得非常稳健。Flick 成功收下了这个底池。看到现在这张桌子已经成为了一个四人短桌，在 UT 级位拿到九勾杂色，选择跟注。那这边 Hijack Lebedev 拿到了九八，也选择跟注。Wei Leon Cut Off 拿到九七，也跟注了三万。那这边 Dealer Button Flink 选择用一对十 Check 过牌。这个面九七是直接拿到了天顺，这个面跟大家都有关。对对对，九七是拿到了天顺，但是十也是拿到了顶 set。 我目前可以看到九勾反而是在多人底池拥有比七九更多的赢率。我们看见就算微量在这边中了顺，我们可以看见 Flink 他的就是赢下这个 pot 的几率更高。对，因为我们由大屏幕可以看到几位玩家的手牌是互相冲突互占 outs， 而所有的顺子听牌即使听到了上顺
如果一旦出现攻队的话，最后底池还是会被 Flink 拿走。而由于大家手牌互相冲突的关系， Flink 这手牌在转牌和合牌出现攻队的概率是非常高的，目前来看。那我们看见这边有 Lebedev 下注75,000，然后呢 ，Wei Liang 他跟注了75,000，这边 Flink 加注到32万5千。这里是一手四人底池大 Cooler。好，这边呢，我们看见我们的 Chip Leader。桌上的 chip leader 他是拿就是买顺，所以这边我们已经说过，在短牌里面买顺是很强的一副手牌。他目前在想的就是各家之间的 outs 互战情况，看他是否还是有绝对的八张 outs。如果他判断自己仍有绝对的八张 outs， 他的胜率有48%，那么他很有可能啊，他会在这里做一个跟注还是继续加注呢？那这看起来是一个加注。他选择继续加注，那这样子做了一个80万加注之后，他成功把自己打成套池，也是告诉所有人，我这里是不会破牌了。因为面对场上其他所有任何玩家，好。那这边 Wei Liang 他是现在暂时是 nuts， 啊，就 call 了这个 all in， 哦，他 all in 1.1， 116万。目前这个底池赔率来说，对 Flink 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他觉得就算两家都是 nuts 顺，他的 set 值也是。可以看到，我们从上帝视角可以看到，他目前是赢率最高。这就是短牌的神奇之处，在 flop 天顺 nuts 的情况下，反而他只有拥有最低的赢率。对，因为面对两家的情况下，他要需要扛住转牌和合牌两张出牌，在一副牌只剩下那么点牌的情况下，非常的艰难。那如果你对短牌是有研究的话，在这边是 easy call， 对不对？easy call， easy call， easy call。因为短牌是一个你不能被剥削太多的游戏，你需要用你的强权益的牌去跟人家的强权益的牌去对撞。对。All in。啊。那他最后选择做了对的决定，也就是 all in。好了，现在目前。我们的九七天顺是领先，但任何的六八十七圈出现的话，对他来说都是直接宣布他 join dead。 对，那也就是非常多的 outs。 对，非常非常多，可以说整整半副牌多都是他的 outs， 甚至超过半副牌。啊，直接到了。哇，你看这个买顺是多强，他这边转牌马上买到了圈 high 的顺。目前我们 chip leader 是 cover 两家，如果合牌不出攻队的话，那么他将直接收掉两家，成为超级 chip leader。 看看这手大权域的 cooler 对撞，谁能笑到最后。哦，他成功的顶住。好，我看见昨天这个玉他也圈圈对上 A 的时候，在合牌的时候也击中了他的顺，那时候河沙，对河沙。那今天他的运气也非常好，一如既往的好。对，然后这桌我们本来是四位玩家，他淘汰了两位玩家，现在直接一杆拆桌了。Nice big pot， really big pot。那他现在应该是
百分百是就是这个比赛上的 chip leader。他已经有超过400万的筹码。嗯哼。可以看到，这里 Fish 二零一三是，哇，他是拿到了一手 nuts， 叫 nuts。目前相对于另外两位玩家来说，他的手上的牌是牌力过于强悍了。Flop second nuts 叫 nuts， 波诺莫顶对买两头胜，选择下注。这里应该会遭遇 Fish 二零一三的一个 check raise， 他已经是成手的轮子顺在手。好、oh, ，Fish 选择慢打。两家结果发成了，目前发成了一个 chop 面。啊，这边 Fish 二零一三他有一个 free roll， 也就是买花。任何方片可以让他赢下底池。在前置位继续过牌失落的情况下，波诺莫这里应该会继续开枪。那这边波诺莫选择下注10万几分牌。这个下注的话，目前持注比是1:1，对于 Fish 二零一三来说，应该可以很轻易的选择 Raise All In 全下。他要自己继续跟住吗？继续跟住的话，河牌即使出现方片，啊，目前可以看到都是 chop pot。那他这里在看到这样的河牌情况下，只能继续过牌。两位玩家都是底顺，波诺莫现在思考的是对手的范围里面有没有90这手牌。他继续选择 value bet。那他这里做了一个150000的鸡牌下注。那我们看这 Fish， 他一直会好好的思考每一手牌，他思考时间也一般比别的玩家都多。Fish 二零一三是我在高额桌见过思考时间最稳定、最稳定的、最稳定、最长的玩家之一，也是因为就是他可以好好的、很周到的思考，也让他就是在合牌的时候做出一些很好的决定。那么看见这边大家都是顺子，然后就是一个 chop pot 分钱。从这手牌可以看到，两位的牌力明显是 Fish 二零一三领先，之后被慢慢的反超，然后持平。但是整手牌的主导权是一直掌握在 波诺莫 的手里，这就是短牌由于牌力尺的关系显得位置更加重要。
大家知道扑克的两个核心要素，核心取胜的要素是牌力压制以及对手的弃牌率。那么当在短牌中大家的牌力压制情况互相不明显的情况下，弃牌率尤为重要。那弃牌率的体现就由位置来凸显。在后位的玩家可以很轻易的获得比前置位玩家更多的对手的弃牌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手牌虽然两家的牌力是相等的，但是 Fish2013 这里求稳的话只能选择三条街的 check call。那这一桌我们看见战士 Ben Lam 是我们的筹码领先者，拥有180多万筹码，而在另外一桌红桌应该还是马来西亚玩家目前拥有400多万积分牌。